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拢笑眯眯的，昨晚睏了真好个款。会忝无？好笑。你若讲袂忝，迄种真正讲白贼啦。我吼、哦、虽然上五十几期啊吼。我忝到要害，我无甲你骗，因为恁伫上课，虽然恁上课我无坐伫遮，我伫楼骹嘛袂当走啊，上无恁落一定爱看到我啊，啊无讲啊秘书长要走去对啊，啊当然啦吼，美国嘛去看哈，咱即届是36届，啊两个礼拜以后呢就是37届，啊即届呢迄、那个算真好运啦吼，因为遮几个州长吼。要求讲，咱的迄个高级班吼、哦、爱开啦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最近吼、哦，咱有六个州嘛吼，咱个六个州，啊，搁一个迄个高沙族的自治政府，啊，另外呢，搁一个是即个叫做妇女联合总会，啊，搁一个是南区的宣达团，啊，搁中区的宣达团，所以有10个单位，啊，这10个单位呢，因为。他们讲吼，美国要甲咱斗三工，但是讲你每一个单位法定人数啊，法定的人数啊，爱够济，而且法定人数就是啥，就是一个预备的政府，影子政府。所以伫2010年的9月8号，咱伫美国办了州会以后啊，美国的国务院都按照这个美国的法院的判决，伫2009年4月7日的判决啊。的第四点嘛，就是主动来协助台湾民政府，就是咱这个原告啊，协助原那个原告哈、啊，爱要要求的哈、啊，美国的这个做国务院哈，爱主动来协助。所以我们在2010年的7月7日，咱经这个7月7日，在这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啊，成立办公室。这个办公室呢，不是咱找的。是美国国务院替咱找，这个美国国务院找这个办公室到今日还搁伫遐，啊，住址伫对，伫我的名片，啊，我的名片呢，啊，恁能让随便去摕，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，但是我甲各位规定，暗时10点、9点半以后袂当甲卡，好唔好？好。欸，你拢答应，你袂9点半以后若卡，我就。我没用变，哈，9点半以后啊，卖卡卡啦。但是你早起若要卡啊，5点卡啊，我5点起床。因为每天的5点呢，我爱跟美国哈、哦、保持联络、保持联系，所以我每天的5点钟我就起床。所以9点半以后哈、哦，卖找我。其他的时间你拢会当找我。啊，咱在座也要看电脑，也要有伫咱的官网有注册的，你举手我看。官网注册的，好，请你把啊，没有注册的，无注册，官网还没有注册的，好，手放下来。啊，你无注册，啊，你有联署，很奇怪呢。啊，既然要联署，你就尽快去注册就好啊，对不对？恁爱去注册，啊，伊注册真简单哈，注册真简单。迄、那个拜托咱的 slide 吼，大家看一下 PowerPoint 哈，这个你也看哈，这个台湾民政府还有一个注册有啊，点下去，啊，啊，点下去就这个画面。你的邮政那个电子邮件的地址、哦、你自己打啊，然后呢你的那个密码、哦、要12啦、啊、不过12以上啦、啊、我是给你建议啦，干脆你就打你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嘛、哦、啊，手机号码打了之后重新建立输入密码，就是同样的再打一次、哦、啊，再来问题是1+1等于多少啦，1+1等于多少，哪里二的走去玩玩，你一半无举手嘛？1+1=2啦，小学都无毕业，你看嘛，可怜。哎，有简单无？你当时哦，你设计时阵就是讲哦，哎，咱创一个较简单的吼，互所有人拢知影，会当拍你袂？哇，创一个简单才愈困难呐！1+1有人写王呐，1+1=4啦，3呐，拢总有啦。啊，结果呢，点袂入去。点不进去，没有没当批准。各位，1+1=2啦。
我们是很单纯的，所以台湾这个民众已经复杂起来了，真正复杂的。所以一加一等于二，佮拍落去哈，啊，你要佮输入，啊，你就当注册啊，啊，你有注册完成。这个 petition 哈，我昨有佮各位拜托的 petition 有无？来 petition 好出来。在咱的民政府官网的首页内底哈，有一个即马，这个你看哈，即奥巴马总统请愿书哇，即联署的迄个网址，啊，佮日本人的迄个网址，啊。叫一个如何联署的步骤，我跟你教讲安怎联署，吼、哦、啊！即摆你点落了后呢，你即摆点落吼，你看啊，这都有出来有啊哈。点落以后哈，哎，你先迄个啊做 petition 的迄个原文伫顶管哈，哎，奥巴马迄个白宫迄个网站，甲点先点迄个网站。啊，后来你看啊，即、這个吼，你看即个网站哈，即、這个 petition return Taiwan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。台湾应该还给日本天皇，哈 ，Under the law of nations，Under of nation 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万国公法啦。这个万国公法一个拍落哈，所有美国人拢倒，安那呢？大家拢爱遵守，日本嘛爱遵守。所以了后呢，这个也做，这个 Under 这个也做，这个会当增加哈，这个和平哈啊 ，Security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。这太平洋哦，的和平啊，突然台湾的稳定。我甲各位讲啊，今日中昼十二点到一点，日本开始发动啊。一点前后一千几个，你知无？三百，来，数字要出来。你嘛1070，咱这个时间740，741，即嘛1070。日本人这个案吼、哦，一定会通过。哎，你免甲拍手吗？只要听而已、哦、一定会通过，要通过要怎呢？要一个月里面要签多少？25,000名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真的要靠我们台湾人、哦、我那句话说得很难听，不过啦。所以我算头脑还不错呢，我去告美国然后算算、欸、台湾的这个土地要还是叫马关条约是日本天皇的、啊、所以转去把日本给砍出来啊！即摆日本砍出来，日本天皇甲咱挥挥手，我去甲美国讲，日本同意啊，日本天皇同意啊，安尼台湾才会成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一干干嘛，搞你乱啦。安尼有搞无？所以吼、哦，有当下想讲吼，我上课遮艰苦，毋知要创啥。其实上课是讲爱，互咱逐个人拢总知影即法律。今日台湾的问题要解决，咱所讲的叫做法理台湾。美国国务院讲的是啥？叫做政治台湾。伊是讲政治的，政治会当哪？会当甲你骗，会当暂时安尼，但是你拢唔知影。啊，台湾人足老实嘞。台湾人哦，可能是全世界上爱可怜的台湾。安怎讲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。广播讲要投降的时阵啊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台湾人哭呢。迄当阵啊，年龄哦、喔，伫迄个时阵啊，差不多拢哭啦。安怎讲呢？讲害啊，当战败啊。啊，听讲美军啊入来吼，不得了诶！伊伫甲咱台湾轰炸的时阵啊，美军啊入来的时阵吼、喔，哦，会抢啦，会强奸啦，会安怎呢？讲甲大家惊甲要死。结果呢？过一礼拜尔，哎，跟我飞机都在放传单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亲爱的台湾同胞们，你们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啊，开始台湾人开始啦，西归发生啊，西归变发生啊。这台湾人的头壳拢西归变啦，拢也要讲经西归啦。哎，我上台建书啊，即马变这尔，我要这尔，我要这尔。所以你来看，真侪台湾人伫日本遐人哦。开始在日本、哦、改变态度，嚣摆起来，开始对遐日本人啊呐作威作福。例如，物件你配给，伊讲我是战胜国，我台湾，我中国啦。伊讲无讲台，因为我是中国，啊，伊就占了很多便宜。甚至在迄个时阵，讲抢日本人的厝，所以有真侪人，即马的好呀，遐人啊，我卖讲点名啦，有好几个了。啊！即马遐个人，到落尾啊，国民党开始伫起坏时阵啊，摇身一变，
讲伊台独，真正啊，遐人倒来伫台湾，坦白讲哦，真正是咱将咱台湾人的思想甲头脑拢创毁去。你甲看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日本天皇，我讲日本就不对啦，日本天皇投降。是啊，我唔是讲日本投降，是日本天皇，因为日本天皇代表日本大日本帝国。皇帝的国家唯一的代表就是天皇，这咱的头壳内底无迄个观念，但是实际上伫法律内底，天皇代表一切，所以我唔只甲你问讲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才细声呢吼，我甲你问过啊嘛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啥来唔对？因为台湾人无所有权，所有权伫上个手头，日本天皇。敢若日本天皇一个人会当讲台湾是我的？到落尾啊，伫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时阵啊 ，Japan renounces 日本放弃所谓权利，就是所谓主权权利。但是放弃主权权利，还佫一个物件，主权义务还佫伫咧。所以伫因为这个关系，美国佮日本才会当签一个美日安保条约，而美日安保条约是涵盖台湾海峡。这么清楚，但是国民党的教育诶课本佮你写啥？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了。所以台湾就可以变成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我再讲一个呢，你伫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，看看边啊拢无人诶，你甲跌落对不对？会使无？会使无？会使，你举手我看。啊，若无人看，你会举手啦。捡到你诶，内底有美金10万诶，真好。我吼，这台湾人诶心态就差不多即款诶心态啦。啊好，捡到。日本放弃台湾，敢若袂输讲日本都一个皮包等伫遐。啊，即马日本政府啊放弃台湾，你拢唔通袂记哩呢？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但是所有权是啥物人诶？日本的天皇诶，天皇无放弃呢。旧金山和平条对一条讲日本天皇放弃，没有啊，无啊，啊，啥物人会知？旧金山和平条约整个原文。翻译的时阵啊，国民党乌白翻，伊甲你翻啥？卖讲国民党乌白翻啦，我甲你讲，含台大的法学院的法学系法律系啊，全台湾所有的大学的法律系都没有念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啦。马英九前几天啊，伫讲台湾的地位，8月5日的时阵啊，迄是台北条约生效日啊，伊讲几波。嘴软破了了，干那一个老无什么物件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哦，《开罗宣言》呐，《波茨坦宣言》呐，《台北条约》啦，哦，讲几波，上海中个伊个闹掉伊呢？伊敢袂记哩吗？伊是迄个哈佛的华丽的讲博士呢，啊，伊个博士的论文是啥啥？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，即款呢？哈佛竟然让这些人博士学位，原来他啦，他是读奖学金的啦。教授，他的教授啊，后来又回来，有啊，那让人家笑，后来去让哈佛给开除的。是怎样？这个人没照你法律，你写的文章，你会让他通过，还给他学位，笑死人，真厉害。所以哈佛大学，只有一个人没考到美国的律师，名叫做马英九吗？足趣味呢！我甲你讲吼，今年啊，我的孙啊吼，嘛去台大法律系啦。本来伊是台大哲学系啦，啊，即马升上来2年级，我叫伊去，我去考去插班。当然，伊成绩就好嘛，书卷奖的嘛。啊，条台大法，我讲你到你考大到大三的时阵哦，我来将恁下后遐国际法的一个一个甲颠。你读什么册啊？完全曲解，卖讲啥？就今天和平条约，甲翻译做中文就好啊。不要翻呢，我甲你讲不要翻，你要相信无？各位，恁若去咱的官网顶端看的时阵啊，我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翻译，迄爱感谢我读初中的老师啦。我读初中的老师的文法一流诶，所以伊教我的这个文法，他甲今日拢有效呢。卖讲，我读大，我是台中的啦，台中我第一志愿的啦。我的文法真正，我的老师
台东的老师，迄台湾人，迄人叫做姓刘啦，真正有够好。所以我的文化，尤其是英文的文化，所以我那些是天注定的啦，都叫我去读这咧。啊，无我本来读这战争，我是那无饭好食呢。到那一天嘛去战争，无啊，我嘛读战争，我嘛无想讲要靠迄食饭啦，因为我开补习班嘛。啊，我想讲我有学位就好啊，啊无我的老师，大家拢我即马学历拢遮悬，啊无创一个较悬的吼，管老师管袂到嘛。所以我是干那变遐名，啊无想讲即个名摕来讲去研究济啦，啊实在吼可怜啊，啊因为研究真真艰苦，来过来看这个，就这和平条约出来一个，就这和平条约的第二条，你也看吼，我迄天有甲恁讲嘛，迄个伊用Japan renounced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. 那个 right 不加 S 你看哦，那 title 嘛不加 S 有啊 ，Formosa 那个 claim 嘛不加 S 呢，有无？啊来，赶快进来了，你看那个巴黎合约，1947年2月10号，那个意大利合约，你敢看没？来，拜托那个 PowerPoint， 哦来，意大利合约1947年2月10号，23条有无？意大利有啊，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。有啊，你有看无？欠一个有啊，欠啥物件？来，看到这个了，搁等于迄个他拄啊，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你这个是 claim， 啥物叫 claim？ 主张啦 ，claim 就是神圣固有的领土的拥有者，会当 claim， 会当来 claim 迄块土地啦。所以，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。台湾在1945年4月1号，因为日本天皇公布诏书，在台湾这块土地全面实施宪法，所以这块土地已经叫万国公法，已经从殖民地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才清楚。所以什么人杜勒斯一知哦，不是不知哦。杜勒斯伊上台唔知诶时阵哦，罗密也是日本首相甲伊讲哦，阮1945年4月初已经实施宪法了哦，所以这块土地是已经变成神圣不可分割啊、哦，所以占领不移转主权，而且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，殖民地才能割让，领土不能割让，这是万国公法来的规定诶。万国公法真早在1600多年的时候开始，因为很一直在演变呢。万国公法拄啊开始的时候是法国人，甲罗马啊是美国人来建立出来。啊，万国公法是伫美国的宪法，伫日本的宪法内底拢有规定，我们要遵守万国公法，含中国中华民国嘛有规定要遵守万国公法，所以。台湾的地位，那敢那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不一定讲会通。啊，含旧金山和平条约、万国公法作为来讲，啊，哪里来看都非常清楚。所以，咱今日直接咧上课，要学台湾的地位，两条尔，足简单的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；第二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李登辉拄啊开始。无滴，伊甲最近伊也知影这个情形啦。伊当时要讲费城有无？费城了，伊讲啊，都免遐济啊，免遐尔济单位，都一个国家啊，这省都免啊，啊，都国家安尼就好啊。李登辉用意在哪里？企图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。什么人甲动？美国甲动 ？AIT 出面 ，No！ 你要将台湾省府、省政府去掉？啊、要将台湾变成中华民国 ？No， 不可以，因为照万国公法的规定，你占领你袂当移转主权，你袂当将台湾变成中华民国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台湾省政府还存在。是安怎？罗贝亚李登辉变成啥？动省，动省。到即摆还阁有参议员呢，还阁你啥薪水呢？一个月阁几啊万呢？啊是安怎来呢？啊、你要废掉就废掉，那要一个有，因为美国出面了。迄阵 AIT 去甲伊讲，不能够废省，你要动省，你可以动省，不能废省。
啊，即马含中兴新村遐个建筑物拢无叮当呢，几年啊？啊，中兴新村是等啥物人？第啥物人？台湾民政府啦。啊，台湾民政府是啥物人？怎样举手？台湾民政府上诶，在座各位啊，你拢唔知啊吗？就是在座啊，咱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人啊，将来就是咱要去接啊，拍拍手咧，较紧。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你今来受训，你演习班就咧学这呢。啊，所以有诶外口人讲吼，哦，你台湾民政府拢要想要做官啦。我甲你讲，你甲回答，我要做官无唔对。你无去做官，你是变哪解救台湾人？但你做官会使贪污无？贪污安怎？安怎？好，你甲你讲诶吼，拢你甲你讲啊，我无讲哦，啊无时间卖甲我讲啥物，我违反人权呐吼。我甲你讲吼，后摆刑法哦，甲咱两项，一个枪毙，搁一个鞭刑。你搁做残案罚款，你搁强奸女孩子罚款，鞭刑免关。你想看卖啊？那会种甲你掠去关，啊，就搁请人甲你告，啊，搁煮饭互你吃，读个歹个，鞭刑。啊，鞭刑毋是一摆，人甲你判一摆，一个月讲五个就好。啊，我甲你保证讲迄五个啊，你一个月内底袂好，有例呢。你有看报纸有啊？顶日啊讲是新加坡去用一摆鞭刑有啊，拍迄个出来了安那，电视甲照伊。走路安尼开脚筋，开脚筋安尼，伊讲哦，生不如死啦，拍一个尔呢，啊，你若去用判一摆，你看面啊，所以台湾的治安会好啊，我跟你讲绝对好，绝对好啦，好冇？好。嗯，你让我转动，我拢赞成啊。不来。哦，这女同志足凶的，所以我们有那个妇女总会吼，阿拜万华因的提出来讲，伊讲爱拍正面呐、啊。哦哦，有投票赞成的，哦阿拜，好你去执政不得了。哎，讲者我乱记呢，因为1945年9月2号。日本签迄个投降书的时阵啊，丛光葵是迄当阵的日本的外交部部长。丛光葵有两个身份，一个身份就是代表天皇，另外一个身份是代表日本政府。那既然是天皇跟日本政府这两个，所以你就为迄个所在，你就看得出来，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是安那无共款的。法律上来讲，如果是谁就是谁。啊，政府是以基督之下成立的啊，所以日本今日日本，你就会当来了解，今日现主席的日本政府，唔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国迄个政府。这个日本的政府是啥物事？政府听清楚哦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即马这个日本政府是日本自治政府，家己管家己啦。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讲日本天皇将国家的代志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所以今日本政府唔是原来日本帝国、日本的大日本帝国迄个政府，是因家己自治的政府。因为波茨坦宣言内底有讲，伊讲战后要将日本该分开，剩四个岛。啊，这个四个岛叫做日本政府，但是为了让你很清楚的了解，我讲这四个岛就是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和九州，这四个岛叫做新日本国、新日本政府，和原来日本帝国无同款。但是原来日本帝国是不是有存在？存在，因为天皇还在。但是伊迄个土地，还佮有北方四岛、独岛、琉球、佮台湾、佮新南群岛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即个土地拢是日本天皇的哦，佮即摆还佮是哦。但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伊建书嘛，啊建书去予同盟国家限制，
袂当讲话。所以咱伫即种个情形之下，台湾要出来、要行出来，还是要跳出来，有困难。啊，有困难，咱都要想办法。啊，咱即下看迄个韩国，迄个也做琉球。琉球1972年本来是美国来占领，这个琉球嘛是日本天皇。照道理来讲，琉球若要行，爱行什么人？行日本天皇。但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，日本天皇你即下袂当讲话，所以只有安那天皇信托日本政府，将琉球交予日本政府去管理。这个情形在琉球来讲，迄当阵琉球的人，伊要出国，什么人发护照给伊？占领的时阵，什么人发护照给琉球的老百姓？美国军事政府。因为迄当阵美国军事政府，伊叫做美国军事政府琉球占领，啊，这个、琉球占领的下骹就是一个琉球民政府，跟台湾民政府同款呢。你看有无？琉球的民政府下骹就是台湾民政府，所以琉球的这些人，琉球的这些人呢，要出国的时候，要拿美国 USMG 发行的护照。我就问美国啊，我稍等呢，我台湾的地位跟琉球的地位拢同款。琉球是日本天皇的，我台湾也是日本天皇的，是怎样琉球人拿日本旅行那个旅行的证明书 Travel Document 旅行的证明书，是怎样我没拿？所以我跟奥巴马说我要跟你告，我也请律师，但是他们说要钱，钱开有开到啦，但是我跟律师说稍等较慢，听我的指挥，还没开始过30000块美金就没了。当你想的时候，这个不要说，这说了又听到了。他跟我说，这样啦，你台湾民政府，你先招一些人来请。哇，我们这些干部都很欢喜，50个干部，快点，班班的，寄去美国国务院，不是，国防部。国防部接到，我有问，接到没有？接到，好，开始说计时。啊！伊即马吼，我顶个月问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国务院已经开始讨论啦。你不要告，因为咱即马个狗即马选举中嘛。我多久？11月以前，你若无好我，我就甲你告。伊11月要选举对吧？伊嘛，我若10月份也是讲迄个啊，做11月还袂到的时阵吼，还袂选举，我甲告会影响奥巴马呢。所以讲吼，伊讲你不要告啦，你告会赢啦，但是吼。你们都知道嘛，你别告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所以我估计了，现在已经8月嘛，9月，我估计差10月就拿到了。如果这50个人拿到，隆重通过，你们拍手吧。你没拍手，我不爱给你。说笑，别烦恼，会来给你，你有上过地方给你啦。说到那个身份证，不然身份证，美国叫咱做迄个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你做的时阵，拄啊开始，咱的迄样本报美国，顶管写啥？台湾民政府身份证。甲美国的国防部，美国一个看到，甲你改，安怎改？台湾民政府的民啊，甲你抬掉。你用台湾政府就可以。哇，我用台湾政府就可以。伊讲哦。我 USME 我美国民政那个军事政府同意，你就可以改，何乐而不为？就把那个给拿掉，所以我们拿到的身份证是台湾政府。这张多好用，我跟你说，说起来你会笑死。刚开始人家说那没效啦，你台湾人自己印的啦，天地良心。那后面有IC卡呢，这个 IC 卡，咱若讲为着要印迄张，去做迄个机器，要开15亿呢。民政府要摕15亿，我讲美国你爱创啊，所以美国讲 OK， 伊全叫国防部下卡设公司，这间公司啊，印两个国家，一个科威特，科威特的样本嘛寄来给咱看，搁一个就是，人科威特啊，因开始创2个月。2-300万人拢好势，台湾人怕
打拼差不多十个月啊，几个人申请你知无？无到三千啦、啊。阿美国甲我讲，Roger， 我会倒呢，不是讲讲无倒啦，伊下开公司会倒啦。人细一间厝，遮尔啊大家家，伊开始斗斗的。哇，你讲申咱申请的身份证收了是收一千块啦，两千分，互你拢收啦，收了这，互你拢收啦，互你三千分啦吼，一千块偌济，三百万啦，三百万含迄机器的屁股你都摸袂着，我无甲你骗。好，即摆创落去，阿边嘛。美国讲吼，Roger， 你未免太严格了啦。什么就叫因遐人都爱去听日本时代的这个啊做迄个藤本，啊人大家若烦麻嫌麻烦，你嘛用较简单的。我讲公民权利法案你是你通过的呢，你通过你叫我这样去执行呢，用有方法。我什么方法？啊，后来有讨论了，伊讲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吼，我已经知影美国的桥掉几把啦。咱个班内吼，即马话咱坐伫遮伫纳凉，万一开始火吼烧到脚床皮啊啦，安怎讲？马英九直直速度直直偏，直直偏，要偏位偏去啊！啊，你讲即马你台湾人还袂觉醒，所以伊安怎讲呢？因为安尼，你们这身份证哦，申请办法改变，我可怎么改？原则不变，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诶吼，先会当换，换啥？国民非公民身份证。哎，有理呢吼！国民非公民，后摆遐人若想要选举，再阁换做公民身份证，美国才谈啊较好呢。哦 ，OK， 啊，所以咱今日下昼吼要开会，甲所有州长讲，咱开始改造哈。你若有身份证，只要是伫去年的即个六月二九以前发行的身份证，当场都甲你变。好，你领新闻，那個、台湾的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这台湾政府身份证有啥物作用？有，我甲各位讲，这无 AIT 吼、哦，已经有去人去签嘛啦。拜五吼、哦，有一个黄天士先生吼、哦，含因太太，啊，因原来伊的原来太太过身哩吼，啊，落尾伊个重新结婚，啊，重新结婚呢，这个太太是中国籍的，啊，但中国籍人伊嘛吼，足支持的，啊，伊嘛申请。啊，咱话发给伊。啊，伊呢，礼拜五上午七点四十分啊，去签证。签证的时阵哦，伊讲迄个面试官哦，查某的啊，足笑咧，笑眯眯啊，吼、哦，足笑安尼。啊，因两个来吼，啊，就 passport 都给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迄、那个面试官先甲问一句话啊，你要去美国干什么？啊，甲收起来。收起来的时阵哦，黄先生啊，最近落地啊，摕咱的身份证，可以。迄、那个签证官看到迄个身份证，刷落去，因太太伫边啊，因太太嘛，迄个身份证我拿摕出来，予伊台湾政府身份证。那个签证官啊，面色大变，变得非常严肃。你有紧张呢？你们知影我有签了对不对？很严肃哦，看到没有第二句话，啵啵两个音啊，瞪了予伊。明天。下载的处理吼，等那个快递通过。各位反应足慢的呢，反应很慢呢。啊，应六个啦，啊，搁头前两个是高雄州的，吼，高雄州的。迄少年啊，查某，一般查某囡仔要去签无简单过呢，摕咱的身份证拢过，这是正确的方向。搁另外一个。就是嘛是咱的同志啦，啊，即摆去走出去啊，高速公路你走，警察甲抓落来，我要伊讲要创啥？你的驾驶执照我看卖啊，一切身份证我看，甲伊讲哦，我是台湾身份证，我是台湾人，啊，你是中华民国的警察，中华民国的警察不能管我台湾人。警察呢啦，苦笑，好了，回去了。我感觉讲哦。中华民国遐警察已经有接到指示，不爱惹人啦。啊，所以我今日甲咱遮少年仔讲，人不爱惹你吼，你莫去共找麻烦啦。你若找麻烦哦，拄到遐唔捌字的吼，你会吃眼前亏啦。
啊，那跟你抓去，跟你打一顿，你嘛给谁？对不对？那、no, 我们不必制造新闻，美国就不爱和咱制造新闻。你想讲，咱还这艰苦？我甲美国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 TVBS 敢报两摆讲我是诈骗集团呐、啊？哈、哦，啊，诈骗集团，啊，美国讲，啊，怎么样？要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宣传呐、啊，啊，你要宣传，那你就登广告啊。我没有钱呐、啊，我没钱啊。美国哈、哦，谈判了就讲哈、哦，没有钱，要多少钱？我哦，如果在全台湾哦，那个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报纸七间大报纸拢登那个半版哈、哦，安差300万呐、啊。美国哪讲？300万小 case 啊 ，OK， 你去写稿子，去登吧。所以6月26号啊。全台湾六间的报纸的半版弄出来，拍手吧！啊，有看到的举手，有看到的，有看到的，好，手放下。啊，无看到的举手。嚯、哦，这侪人你也无人敢抓，你看，你拢无咧看报纸的啦。所以吼、哦，秘书长，你安尼海签证会哦，哎，费用升高呢。啊、哦，我跟你讲吼、哦。即马报纸顶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顶礼拜阁甲美国讲，哎、欸，我上好，我有感觉真侪人无看报纸呢，也无看做报纸咩嘛？我爱电视呢，啊，电视偌济钱？哦，这是大道啊呢！我去问电视台，电视台哪讲你知？那后边啦吼，后面的迄七八十台遐后边遐电视台啦吼，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吼。啊，你若一点钟够啊，超爱百二万啦。礼拜一到礼拜五啦，哦啊，几点？暗时12点啦。12点我都已经困啦，12点。啊，较头前诶，会使啦，头前较贵啦。啊好，参参啦，反正毋是我出诶钱嘛。摕美国诶军头部去征召赛，哪有要紧？哦，偌侪钱拢在你开啦，我无爱甲你回价啦。啊，恁主持人啥物人？林志升。讲了林志升哦，啊，那个人我们不能租他，啊，要收呀！哎，我这嘛是吼、哦、江洋大盗，这嘛是看了差一个讲无上万相片哦，大抵所有的买路嘞。我无你讲，我唔是开玩笑，我讲真的呢。啊吼，恁各位哦，真真好大呢吼、哦，来含只江洋大盗底下你上课，搁听江洋大盗你讲法律，我跟你讲哈、哦。时间无偌久啊啦，中华民国马上要结束啦。安怎？点点哦？你拢足过分的呢！啊来，好，我来讲中华民国要哪结束，你要听无？无拍破我袂讲。第一，中华民国即摆控制台湾靠啥物物件？第一，伊有武器，伊有军队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警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甲美国讲，啊，有军队啊，我迄落我无多啊，我拢无武器啊。美国讲军队，安尼军队哦，安尼真简单，你变啊有要求。我讲你袂当叫我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兵啦，因为人去做兵代表效忠的问题。啊，那效忠，你唔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台湾唔是国家，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，咱乃当做兵，占领者袂当叫被占领的人去做兵。这是万国公法规定的，我你若阁还去做兵，我一定阁甲你告。伊讲安尼好，安尼叫马英九啊，爱甲恁共款，所以马英九伊就宣布讲啊，讲从2004年开始不用服兵役，伊讲没有募兵，歹势袂当募兵，募兵嘛是我台湾人呢，不可以募兵，所以伊即马贪官莫会收，啊即马贪官莫会收，遐因遐中华民国遐将官吼，伊感觉讲害啦。啊，我那无兵，无兵啊，剩你一个啦。啊，所以去甲中国讲吼，我，什么？伊讲，国军啊，甲共迄个解放军啊，解放军公国军啊，都是中国军啊。啊，这后边吼有证实，证实我等下再来讲。所以美国下令中华民国 ，OK， 你的部队所有的 logo 要拆掉。啊，即摆伊拆掉吼，伊开始拆。从去年7月7日开始，到今年6月30日，所有迄个 logo 你听有无？
迄、那个徽章啊，拢总爱摕掉。你捌看到讲全世界有这个对一个国家讲哦，伊个军队啊无 logo 诶，捌看无？那捌你家去我看，你捌看？中华民国是安尼啊？无啊！啊，中华民国撤掉你啊，伊安怎讲？低四度，低四，伊讲低四度啦。什么叫低四度啊？擦个乌乌叫低四度，迄是规定，这就是伊袂当有迄个标志出现呐。这检查你看，伊个擦乌乌你看，低四度，我看啊，低四度你看，低四度啦。哎、欸，你敢看有？你敢看有迄低四度吗？那个是低四度吗？检查啦，不是干检查了，个飞机、军舰拢收收掉。我甲你讲一个消息。伊本来中华民国有四只迄个雷达预警机有无？美国收回去啊，美国已经收回去了。啊，过来 M48 收回去一半，开始执行。所以美国有伫甲咱帮忙，毋是无？咱是政府，伊嘛是政府啊，但是伊是流亡政府啊，爱去甲咱，但伊有管辖权啊，咱无啊，因为只要咱无够人。你不用用武器，我跟各位说，没叫你拿刀，没叫你拿枪，你也不用用武装革命，那都给你骗的，那骗去死。你用法律就好了，法律很简单啊，一支嘴而已，一支笔而已，那有简单吗？拍手了。好，现在中华民国他这部队开始取消，很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前两年不是南海在插对不对？中华民国发表，他说OK,哎、欸，这个太平岛啊，我们就把那个什么飞弹啊运过去，有吧？你也看这个消息吧，我们把它运过去。AIT 出兵 ，AIT 是什么？民间的组织呢？你竟然让出兵 ？No， 别让运过去。伊无跟你讲理由，啊，谁来别让运过去？因为伊的飞弹的顶管无 logo， 无标记，啊，那无标记，伫国际法来滴，迄叫做啥？强盗、海盗、海盗行为啦。所以我跟美国说，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恐怖分子。欸，我说这有道理呢，因为国务院你说，恐怖分子的定义有三个。第一，不是国家。中华民国是什么国家？因为美国有说嘛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。第二，你这个叫做，你在当地去征兵。中华民国在台湾征兵嘛。有无？第三，伊毋是国家，佮征兵，啊，过来，啊，有武器，啊，有武器无？送袂伊个？啊，你美国袂予中华民国，我台湾人去立钱。欸，你想讲我台湾人较戆，还是安怎？较细汉？台湾人去替中华民国立钱去买武器，啊，来赚咱家己。所以我当去你话的时阵，甲全台湾人讲哦，不要去买武器。吼、哦，足侪人甲我骂呢。吼、哦，迄人一定是接受共产党的资助啦，不买武器被投降啦。我不是投降啦，我若无买迄个武器，叫啥人爱买武器？美国嘛，啊系啊，啊即摆有人佫甲我讲，Roger， 啊你叫你不爱甲买武器，哎、啊、军火商哦会切你切死呢。我讲要甲切啥？我无买，美国会买啊！哎，佮哎，卖予中华民国会介绍较好啊！你听有意思无？介绍较好是甚物意思？台湾人戆啊！台湾人咧立钱啊！我佮你讲，甲法国的买迄几迄、那个幻象啊，三个中队57架 ，commission 是上一提，迄当时上一提。我不爱讲名啦，台湾有一个总统啊，你拢捌的啦，伊嘛分有丢呢，无你乖啦，特别来乖啦，啊，甲啥物人去分？江泽民呢？你看台湾人看偌戆啦，中华民国买武器是江泽民分一半，这边分一半，啊，永远查拢查袂出来。各位，你台湾人有够戆无？
啊，所以有人讲吼，那我们就不要缴税金了，来抗税。我讲拍摄你唔通抗税，你若抗税先给你来关，那是眼前亏了。所以我是来讲吼，我有当讲到这个所在，我满腹的恨啊，甲满腹的愤怒，但是我今晚袂当表现啊，因为吼，我已经摕到证券啊，我若无摕到证券，了再来转型正义，所以若要摕到证券的转型正义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轰轰烈烈，我无跟你骗，我绝对无予伊轻轻菜菜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恁等于拢有当讲，我公开，我跟你负责。若无申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哎，后摆吼，40万换一个。听听来啊，中华民国当时安那？在1949年6月15日，伊用伊新台币1元，甲咱换咱的40000元呢。后摆咱叫做正台币，真正的正，正台代表啊，1元等于美金1元啦。但是呢，那新台币变来换正台币啊，40万换1元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有身份证的，我先讲个话，他妈遐欢喜。有身份证的哦，按照币值，1元换1元。1元新台币换1元美金呢，但是有的人爱40万换1元呢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一定要报复。所以有的人哦，有人讲哦，哦，你这报复心太强，我没有报复心呐、啊，我是看到胜算尔啦，我数学拢100分的呢，要不我骗你，我小学考掉迄个大同时数学100呢，啊，考掉建中的时数学嘛100呢，全部教的人，敢那我有教的人100分呢。欸、这个我就有一点得意啦吼、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台湾过去受的苦难是有够多的。台湾人即摆一个月薪水，大学生毕业18000到22000、24000，同款迄个时阵，甲台湾的地位同款的四小龙，即摆韩国一个月是8万呐，新加坡一个月7万呐。啊，台湾那变22000，啊，20000搁找无呢？足简单嘞嘛！中国的国民党要将台湾人的薪水甲伊个加起去，甲要甲中国统一嘛？啊，但是伊有法度甲你统一无？绝对无可能！台湾甲中国一丝仔法律关系都无。但是可恶的是啥呀？是今仔现出时伫台面上，啊，我直接讲啦，就是、民进党啦。我甲各位讲，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啦。你甲看伊党章第一条写啥？伊讲咱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啦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。所以你选了民进党，毋是选了中华民国，无你选啥？所以中国国民党是毋是中国？100%嘛？你看有无？中国国民党。是不是中国？啊，中华民国民进党不是中国吗？嘛是啊。啊，你算啊，恁是家己台湾人，家己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，但是你消灭台湾就是恁啊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唔知啊，台湾人唔知啊，台湾就是讲哦，我若无选了民进党哦，我要选什么人？伊奈唔知，他们怎么会不知道？我阁甲各位讲，我讲的拢有记，拢有根据啊。洪锡昌去年去中国访问的时阵，美国第一个甲我通知 ，Roger 甲公布，我马上伫咱的网站公布。记者去甲问，本来不爱承认，罗伯承认啊。啊，即马既然安尼，伊即马公然拖团去。这些人哦，当选立法委员以后啊，第一项做的工作是啥物？换太太。可以啊，一种人选，啊有人要选好伊。你看台湾人外公都，对我甲各位讲，我已经看会出台湾人啊。台湾人拢是鸡派，占大部分，所以你往外口去甲人讲的时阵哦，你卖讲伤济。伊若要听，听；啊，若不爱听，莫甲伊讲。美国甲咱讲啊真清楚，
我占领这，我不用征求你的同意。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。但是咱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，我们懂得法律，伊的命令若唔对，咱来甲争取。你想咱无钱，你也花钱啊？美国讲有三个基金，恁会当来请：民主基金、重建基金，搁 CI 搁一个基金。但是我们资格还不够，重建基金400亿，迄当阵。1949年还没签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迄个时阵，什么人去请的？单行去请的。在咱控告美国内底，我有甲当作附件。迄当阵重庆基金是2.5亿多，迄落尾是多少四元？四块，迄毋知安怎算的？因为伊甲咱轰炸台湾嘛，轰炸足侪所在嘛。遐个所在毋是军事基地呢？啊！你美国甲轰炸，你免甲赔吗？我老百姓，互你轰炸，你会赔呢？爱赔无？国际法规定的嘛。然后七年一澳，美国的制度啦，七年一澳，七年一澳，为2亿外澳到今日400几亿啊，美金啦。啊，搁一个民主基金，啊，搁一个 CIA 基金。咱毋是无钱，美国毋是无要钱予咱呢。啊，是安尼，美国遮个钱拢无要予恁，予咱台湾的团体。啊，遮台湾的团体即摆讲，即摆拢开始搞错，奇怪呢！你美国拢要甲你台湾民主有联络，拢无要甲阮联络呢？啊，我独盟呢，台湾独立联盟呢，我是民进党呢，啊，那拢无爱甲咱联络。啊，敢若甲你台湾民主有是安怎？你台湾民主有较水吗？无啊，我都无水咧。但是我无怀疑就对了，因为咱那个2010年11月6号成立台湾民政委内阁的时阵哦，美国的那个做 CIA 有参加啦，将咱的相拢敢翕起转去，因五角大厦讲放，伊甲我讲放伫个大荧幕顶管，因看看，这几个人哦，不像革命家呢，拢无怀疑呢，看起来很温柔呢，当然很温柔啊，咱用法律啦。我不要压刀，不要压枪啊！我用法律，我会当赢你，我来爱压刀压枪，因为我压刀压枪，我怕未赢你嘛。什么人怕赢啊？美国，迄种好笑的啦，哪个怕赢？迄种好笑的啦，怕未赢因啦，爱怕未赢边啦。法律是你做的，我就用法律甲你告。啊，你总统免做，我甲你讲，尼克森表面上是由水门案落台，伊敢真正水门案落台？我跟你讲机密，他不是因为水门案落台，伊因为什么落台？你知无？你知无？你拢唔知嘛？你拢听话？你落尼克森甲一个人啊，犹太人啊，甲基辛格啊，要出卖台湾啊，给中国啦，是因为这个案例落台啦。我跟你讲，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你来那个偷袂？是因为安尼落台呢？上家讲我袂当甲你讲，但是我会敢甲你讲哦，两边有物件的人呢。伊讲你们不要以为美国的总统就能够干一切。Roger， 你有看过星星掉下来过吗？星星掉下来过，嚯、哦！美国人你讲话拢足幽默的，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啦？听无你也举手嘛？啊，若讲听，有人听无？我没名话，我这在聋哑呢。听无吼，听话甲听无讲，我袂当安尼讲。好啦好啦，等你讲啦。伊讲你没有看过星星掉下来过，可是我告诉你，美国每四年换一次总统呢。有理吧？真正的美国政策是我们在做决定的呢，还有搞不？是你们拍手啊，我没有拍啊。我跟你讲，台湾人是足侪代志拢唔知影啦，
好遐看个虾米嘛？啊，我前面讲我知影真济代，但是有诶代志啊，我你若坐较近，才有听诶哦。我甲你讲，咱台湾人吼，确实有足济代志，拢家己拢毋知，啊，互砍掉诶。啊，砍掉诶，不要紧哦，搁足济计较诶。哦，台湾都爱家己管家己啦，台湾哦，咱不爱给美国管啦，不爱给日本管啦。你明明别人的土地，你敢袂敢敬你的老爸老母？敢袂使？无可能嘛，生出就是，不是女儿就是儿子嘛。啊，老爸老母就是你的老爸老母嘛，会当敬吗？今日日本天皇，你伫台湾出世，你就日本天皇的臣民嘛。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啦，你计较嘛无效啦，你意气用事嘛无效啦。你既然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啊，你就从法律的下骹，你家去想讲我要怎才会行。所以今日大日本帝国因为战争失败，去分做日本政府甲台湾政府。日本政府即马是日本天皇。予伊自治，家管家己。我嘛要甲日本天皇要求，我台湾人家己要管家己。讲起来是讲家己管家己，其实就等于有一点像什么建国了嘛。但是美国不爱和你讲建国啊，伊讲你这个别人的土地，啊天皇的土地，你要建什么国？你要从什么地方独立？你有来上课圣何文呢？你有听到啊？但外口一大推阿面的啊，无两个甲你编哦，无个欺骗哦，吼、哦！你咧卖台湾，到底上帝卖台湾，搞不清楚了。啊好，国民党是安怎讲？伊愈来美国会采取甲处理，除了部队以外，警察变哪处理？警察冇枪呢？啊，你们啊，你用很简单 ，Roger， 你们我们一个叫做黑熊特种队、特种部队 Marine 海军陆战队有一个队叫做黑熊，黑熊送给你们，我叫伊讲伊要派黑熊部队来，你们自己训练呐，嗨、哎，我自己训练。啊，好个仔，即马台湾所有团体内底有少年的，干哪样你啊？无你唔好看。民进党够有少年啊，因为学校啦，啊，因为一个凯达格兰学校有无？咱们办几期，三五期都无去啊。李登辉好，三五期都无去啊。我多请恁安呢，36届，我多请恁安呢，50几届，独独干那咱台湾民政府，啊，而且咱台湾民政府一半少年啊。因遐人感觉讲，尤其国民党诶，我诶学生嘛有国民党诶啊。老师，你们很厉害呢，你们是怎么招的？国民党想学都学不来嘞。我们是怎么招的？光这简单诶嘛，我即摆来上课，一人分1000万互因呐。伊讲。我是很当真个讲嘞，我明白明讲，我一人拢分1000万好诶，真诶假的？真诶假的？我甲恁讲，即个相信无计值1000万吗？有啊无？有。小细声啦！你家己去谈啊，我甲你保证，你读一世人，你都不一定读有这个结论啦。啊，但是毋是我功劳，我。当然，拄仔开始，我真正是认真研究。落尾是美国提供一寡机密给我，啊，这机密我袂当给人啊。天哪，很多机密还没有解密，所以敢会当到我遮为止。我无法度甲提出来解密，啊，是没有办法解密来讲，有真侪机密拄到问题的时阵能够解脱，大家也要看。到今日为止。咱整个的论述，整套台湾的未来的论述已经非常完整。即马国内啥执行？啊，这执行要安怎？
我就故意讲，我捌伫网络伫咱个官网，我有宣布控告美国，然后引美国去，本来是要控告日本啊，后尾即个法律有讲啊，日本天皇不能控告，日本天皇无得告呢。所以有足多人讲，得告啊！我虽然真拗告来讲哦，怎么日本天皇规定袂当告啊？啊，所以安怎袂当告要安怎？甲救出来嘛！拉美国牵引日本，咱即摆日本有甲救出来无？救出来？安怎讲？有啥物证明？我证明互你，恁大拢看有滴。迄、那个 petition 啊，我伫昨昨日上课的时阵啊，咱签名几个？741个，今日几个？1000多了啦，为12点开始，1点钟有300个，拢总日本人，日本人已经出来啦。我老早有甲各位讲，有无？我讲这个25000一个月之内，我一定会过关，不是我啦，我们一定会过关。伊我老早算好好呢，我甲各位拜托讲，叫恁参加建国神社，安尼面敢那唔咧？才10几个呢，是足失望的呢。出1200块尔呢，有啦，这边啦，大概20个啦，但是咱有60个呢。是啊。拜托的哦，下课家己去签啦。咱甲日本吼，咱这参加靖国神社的会员吼，主要是讲跟表面上要跟拉关系啦。我们是同一国啦，啊，你也去甲 petition 啦，你也去甲签啦，还甲奥巴马讲啦。咱出一个1200块，给遐日本人总干哪，对不对？伊要甲你赔偿钱，伊就总干要害呢。啊，你出1200尔，你有啥物？这有啥物过分？拜托不要再拿出来了。下课要等伊以前哦，家己去签啦，去拜托你个自动者啦。因为我改答应讲哦，我们有800的人啊，要跟你的10万人啊斗阵啊。日本人听到足爽的，当然我这800人是甲骗的啊，啊未800人啊，失败的啊。啊，最爱靠大家啊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卖讲啊大声，啊真正去才好啦。拜托的啦。恁创的啊，日本嘛欢喜，啊日本也欢喜，咱就欢喜。咱后摆会将家己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安尼不好吗？很好，没革命呢，没叫你叫你别去示威呢，我不会叫你去游街呢，没呢，你在吹冷气呢，啊你台湾就建立成功，啊你唔好吗？哈、啊，有人出头脑，你出1200块，那我卖讲1200块，100万我嘛肯，120万我是无遐济钱啦，但是我该爱讲的讲实在。爱用方法，咱即摆看日本即摆出来，我甲美国，我两个美国讲的，你啊看，日本天皇同意啊呢，因为我这边这个 petition， 哦，1099呢哈，即摆大浪，迄、那个到今年会到2000人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看我国预测对唔对啦？因为即摆日本即摆出来的意思，我甲你讲，日本已经出来啊，啊，即摆换你美国的问题啊。你也来给他解决了。我这等于战争呢，网络战呢。台湾人未晓电脑啊，足多呢，看落可怜咯。台湾人干那也啥，示威行路啦，泡茶骂人啦。对啊，卖骂，我唔卖骂过别人啊，但我拢红骂。迄种假，因为因有钱，先来讲假。民进党选举有钱，你敢唔知啊？一票偌济？30块，一票30块。你叫伊卖算，一死都要算。蔡英文609万30块，1亿8000万，小小跌落去，无掉是安怎？恁台湾人无爱台湾吗？所以你不爱花掉嘛？台湾人看多可怜，给人钱，搁互骂，搁互糟蹋。台湾人薪水20000，即嘛剩20000尔，少年嘛找无头路。迄是咱无利用
武装革命啦，我相信我来号召武装革命啊！我看哦，报名一堆啦，拢无头路的来啊！我来讲，甲美国讲来，机会给我，组织武装革命。但是我袂安尼做，因为大家人生命拢真宝贵，我干那要要求讲，你来联署，啊干那要求讲，你去加入靖国神社的正会员，啊你听听呢？啊！要求讲，你若欠有38,000，你得去佚佗，佚佗会当救台湾，你看偌好。食帝王蟹会当救台湾，吼！住六粒星，坐游览巴士救台湾，这种的革命哦，会当讲哦，全世界首创啦。然后我头下我有甲观察，看有哪几个人去做西装啊？因为你无穿西装，我袂让互你去嘛。啊、哦，咱因为去200个字，因为啥来做西装，啊，佫做乌的。伊基本上拢看就知影讲，哦，这阵就是台湾的。所以爱大家拢穿制服啦。哦，这边哦，这边这阵来甲哪甲祝贺的，拿迄个民警卫旗啊，迄阵。所以爱做西装啦。啊，因为不爱做西装，还佫戴帽啊，大家都一致。其实每一个动作，咱拢有经过设计，有伊个原因，还佫有真济代志我袂当公开讲个。我嘛有拜托人去甲日本天皇、甲日本个皇后讲一寡话，即嘛莫讲。但是佮伊设计时阵啊，会讲袂讲我毋知影，但是啊。我是满腹的信心呢、啊。伊那迄句话，互讲咧，家己我讲专辑本就变过啊。啊，但是12月22日，迄一天，咱200个要伫东京的街头，有2,000名的日本人含咱斗阵行街头，足够的呢吼。台北市我不爱跟你行啦，我来日本行啦。日本街头你要行不遐简单呢，互你去行日本街头，后摆甲你的囝囝孙孙讲，恁老爸老母，还是讲恁的阿公阿嬷，这个台湾是你救的，翕一张相转来，好好的保存。这就是在座各位今日有幸能够参加一个国家的成立，就是台湾政府的成立。同时也目睭金金看一个国家灭亡，中华民国。你用1,200元让中华民国灭亡，你不爱做，叫你参加那个靖国神社啊。我不要下令，我不是暴君，我拜托啊！啊，有人讲哦，我都无1,200元，无1,200元，你请你下手。两个哦，我笑你，未送你，我笑你。你讲笑，来看看，我剩20分钟尔。我爱讲一寡法律，各位确实知影。你若唔知这法律吼，你拢白来啦。今日台湾人是不是真侪学者？用国际法，伊讲台湾地位就是安尼，唔知要安怎讲，就是用国际法。干用国际法要来说明台湾地位啊，未通啊。爱用战争法，爱万国公法。而且这个法律哦，爱规个甲连贯起来，你才有法度。所以你所有的法律啊，即个所有的法律啊，读个足细个，啊而且能够融会贯通。你知即个法律，真正的法律拢是写英文的。不是遐汉文呢，啊，讲到英文呐，我昨昨日我上课有讲 ，Chinese Taipei 你就飞起啊 ，Chinese Taipei 你就飞起啊。什么叫 Chinese Taipei？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奥运会用 Chinese Taipei， 一个得奖嘛，大家拢欢喜，啊，坐个机啊，伫遐里坐，我个人看着是足悲哀啦。
这少年拢唔知啊。代替流亡政府再出征。没有错，是代替流亡政府去参加奥运。啊，你不是中国人啊，你不是中国人啊，所以有的人会讲呢，伊讲啊，你台湾民政府哦，没有寻求种族融合啦。我哪里没有寻求种族融合？我今日，那我台湾人拢在做官，啊，中国人拢在捡二爪，我会跟你讲，我种族融合。我台湾人会当固定每一个月领800块、1000块、1200块的美金的养老金，我会跟你种族融合。你今日遐流亡在台湾的人，一个月领1600块，我台湾含农民，迄农民啊，迄个养老金啊，800块、6000块都领袂到啊。安尼，我要跟你甲种族融合，怎么融合啊？我都无受到应该的待遇嘛。啊，中国来讲啊，啊你是战败国啊，啊我战胜国啊。中国实际上是战败的战胜国呢，伊从关去甲四川去啊呢，要无去啊呢。安尼，因为迄两粒原子弹的关系，今日新闻有一条真好的新闻。美国有史以来67年来，头一摆下半旗，伫长岛的领事馆，没有这种记录，头一次给人叫西川呢。这人嘛是咱民政府的人呢，因为民政府的主张是对的。伊这边甲美国的领事馆讲，你再不下半旗，我要甲你。开车去给你弄下半旗，你等于你看新闻，这拍手了，对了。对，美国是67年头一次认错，美国那也认错，因为咱民政府即马愈变愈暗啊，啊，即马搁伫日本吼，搁兴风作浪，因为咱伫煽动日本，甲会控无？你看，叫日本讲你要站出来啊！啊，叫日本人站出来啊！当然很高兴啊，高美国当然高兴啊，他很高兴的下半旗啊，他保住台湾嘛。他保住台湾，他保住谁？保住日本嘛，保住琉球嘛，这一条防线过掉了嘛。那不是台湾民众一倒啊了，我跟你讲，无人去要收起啊。我说我哦。上帝安排哦，足拄啊好诶！没有没有，感谢主。伫这个时机，联合论述出来，以前也无啊。伫这个时机，美国站出来，啊，美国嘛，他们讲 ，CIA 嘛，甲咱讲，嘿，你们这个时间选的真好呢。咱啊，真正安尼，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气甲要喊呢。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个月前宣布啊，我们已经消灭民进党，但是一个比民进党更强十倍的团体起来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后边那句话更趣味啊，美国军方在后面。真的这么说？真的。有依据，免烦恼。中共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有什么依据？还文字给你看，刚才美术人跟我讲哦，啊，你美国跟你讲这個，啊，你哪拢无文字？美国跟我讲东西要文字吗？做给你看嘛，我做给你看嘛，做什么给你看？中华民国飞机铁雕，最近中华民国海军出代志有啊？迄代志什么代志？现在我跟你讲秘密，迄只军舰。越过航空识别区的那条线，他越过那条线是从什么？因为收集波纹啊，水波纹啊，收集水波纹要从什么？潜水艇要用的啦。因为中国的三出路在哪？第一，这条就是琉球跟我们的中间这条，潜水艇会过。第二条，南海。第三，啊，这柬埔寨，这个就柬埔寨那条，三个出路啦。这两个出路拢去哦，那个美国给封起来。这个咱甲琉球的这条出路啊，
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华民国甲日本帝国，啊，你会记哩？中国共产党伊个解放军和中华民国个国军合起来，合起来叫做中国军，所以伊叫伊讲哦，啊，你迄个波纹啊，水波纹去甲测量啊，搞好啊。所以美国邓德啊，你马英九若无出问哦，我绝不帮你干休啦。即马已经涨船舶啊嘛，迄、那个司令官啊。免职啦，现在扩大处分了。空军消息还没说呢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听吗？哎、欸，我说的这是白纸没写黑字的哈。7月25日，美国的国防部在新加坡开会，30个国家的国防部部长参加，其中有3个国家没参加，包括中国。开了后，因经过台湾回去美国，清泉岗落飞机，和中华民国空军开会。伊问中华民国空军：“你们怎么知道 F-15 可以 upgrade 来整迄个 F-22 加 F-35 的雷达 S 型，搁一个 Y 型？那个雷达，迄是预警机。”你中华民国的空军无遮厉害啦，你无迄情报啦。后尾中华民国空军讲安那，中国共产党指示我们。美国有证据啊，摕证据互你看啊。各位，真好，马英去帮帮咱。这是美国的调集吧。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还没有。但是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快要了。各位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快要了。哦，你学得很快，我怕你们。所以你看看，他的空军，他的海军出事了，对不对？他的陆军的logo又拿掉去，他的枪支也被收起来，飞弹都被收起来，竟然演习放音乐，哇、哦！全世界无这种的啦，你敢捌听到？哈，演习的时候放音乐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炮弹美国收得等于，啊、有注意无？三军呢、啊，已经没有了。啊，即摆因的地位愈来，甲台湾民政府愈来愈行啊。重点呐、啊，所以。我们黑熊中队第二中队打算要开始报名。咱即马有一个中队，这个中队啊要创啥？接管所有的分局。第二个中队，你把这来讲要创啥？美国若讲安那安那，而且咱甲日本自卫队交换。我们总盟这种别让叫咱的自卫，咱的黑熊哦。练习炮弹呐、啊，那练习炮弹，中华民国用派部队来跟你见面，因为那武器也跟你见面啊。所以，咱的黑熊，我们说我们要派去日本实习学习，我们可以学习嘛？啊，怎么学习？我不去，我唔知啊嘛。不过我知伊要创啥，各位。咱有真多代志，一步一步照美国的指示，一步一步来做。啊，照你一步一步来做，即马美国甲咱讲啊，较紧诶。即马唯一的要求就是身份证，在座各位恁来帮忙啦。建国神社你不爱帮忙，身份证会当帮忙无？一个人叫你周围的人来申请身份证啦，会使哩无？那遮细声我无听呢，会使无？我一人要介绍几个？哎，好，别讲啦，卖济啦，一人介绍10个就好啦。爱当做会到，举手我看。做会到的，举手我看。好，好，手放的。你若做袂到，腹肚疼，我跟你讲。手疼。不，讲实在吼，大家真正爱帮忙啦。啊，论说，
真重要。但是你有找，这无你会说，你找找回去看嘛。你找找回去吼，莫白好看的吼。哦，我读册足够读，我读一本册足够，你看嘛。爱读册，内底真清楚，所有论述伫咱内底拢有。这爱拜托各位，你爱帮忙救台湾。不是只有我的责任，是我们在座各位所有人的责任。你的责任在哪里？你要教会，对的人就该说明，如果让妈笑笑，别给他回变。你看，现在外面已经给我制造我的罪状70条了，70条的罪状，没有一条是真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就到100条的时候，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执政不难啊，难的是什么？他较有清楚哦。啊，你若讲请中华民集团来执政啊，卖执政较好啦。咱若要执政，咱就爱予所有人过了生活真好。咱来总理有甲各位讲过。第一件，咱就要先将农业复兴。我们提倡的精致农业，所谓农会改组，所谓土地先给老百姓。哪有人讲迄农会哦，越做土地越侪？是安怎？我借你钱啊！啊，农民啊还不起的时候，土地来卖伊啊！即嘛，所有全台湾农会哦。那要甲算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啊，做土地吼、哦，超80%拢伫农会手头，你敢知影？迄若咧起还起来吼、哦，农地、农民拢无土地安尼，足济土地拢废耕，你敢唔知影？你去看麦，休耕也好，废耕也好，休耕是较好听啦。我讲废耕啦，啊，土地若废耕以后要搁恢复很难呢。台湾人枵死了了，我话你骗。所以咱的时间跟咱的责任是非常非常的重大。我甲各位讲啊，人生哦，虽然生命干那一摆啦，但是做有意义的代志啊，你才袂枉费讲你来台湾，这个来这个世界啦，这届啦，大家共同来打拼，好冇？因为咱等下就要来结束这三天。啊，三天虽然真艰苦，我知影吼，尤其是昨吼，好，为安尼早时八点拼到暗时10点，实在是真艰苦啦。啊，但是呢，这无法度的，咱的课程是拢美国甲安排好好，讲师一定要经过美国批准，啊，无批准就无法度。啊，所以伊若批准的，才当来做咱的讲师。这点呢，各位买单，相信你伫遐上课，你感觉讲每一个讲师，确实伊个巴肚拢有物件，头壳拢袂讲空空。啊，咱台湾民政府，我真相信，伫真紧的时间会执政，使到各位所有的人大大细细，拢爱担任重要的职务，所有的人。你若分派到你的任务，你唔通推辞，因为咱拢总现准时嘛才2000个，啊，甲4000个训练的时阵啊，4000个要来执政哦，嘛唔是讲4000个就有够。所以呢，各位你的周边内底有你感觉讲有意识的，年纪大不要紧，我甲你讲一摆，棺材底是死人啊，唔是底老人啊。你还会记我跟你讲一句话了，所以呢，你别讲啊，我年纪真大，年纪不大，因为过去67年，和国民党把咱耽误去啊，所以咱即马才开始出事呢，咱即马开始才来打拼呢，所以各位哈，大家拢爱对你家己本身有信心，咱共同来打拼。8月30。9月初一到9月初二是高级班，你若有时间，欢迎你来参加这个高级班的训练。初级班啊，这个初级班呢没有毕业证书，但是高级班有毕业证书。
而且毕业证书上面还有号码，啊，你嘛爱会晓，爱去咱个官网爱去看，你去看，你就知影讲咱要做啥物物件。啊，今日呢，我的时间呢要到这个所在要结束，但是咱无要下课，咱刷落去马上要咱议长要来举行这个毕业式，吼、哦，啊咱。上到这个所在，啊，咱过来，咱请议长，所以当然要变出去，啊，卖离开，啊，卖，等下要翕相吼，所以呢，我会去到这个所在结束，多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